请收看《慧心世界》金刚八节波罗蜜经。心中一想法皆虚，儿时传遍天人心。各位慧心贤士，各位十方善知识，《金刚经》的奥义不可说，不可思议，《金刚经》的全缘是汇集宇宙虚空无量劫来华语甘露都在《金刚经》之中，佛开示的了了分明。所以《金刚经》的妙法衍生出八万四千个法门的妙法，而一般人忽略了。那么我们这一节继续为各位来讲解。好，我们现在来看经文。如来是尊语者，实语者。如来的意思是什么？真语者，讲实话的人，就如来的境界。实语者，实实在在讲的话语，但是讲话很难讲，有时候呢，你要赞叹他呢，反而弄成他的自卑，话很难讲。有一次，我们同学的，他的女儿就开始要结婚了嘛，带着她男朋友来到休息室，跟我说：“叔公，我们要结婚了嘞。”我带我的男朋友来给你看一下好不好？我说好啊。男朋友是在外面的，进来了。哇哦，你们两个是郎才女貌呢，啊，真是一对。结果我们的同学的女儿啊，对啊，我看着她像猪啊，我才要叫他，看他像猪了，那求低哎呢，他才要叫他了。哦，男朋友，记得你还说我是猪哦？我爸爸是四川人呐，你们台湾人都骂我们大陆过来的像猪，连你这一代你也骂我。小云啊，哎，我你不要生气，不要生气。这个是女朋友最美的赞叹呢，说你是憨厚、老实，啊，又肯做，不是说你是猪哎。他说我像猪，我就戆戆的人哎，我很聪明哎，我考试都考第一名哎。所以讲话各有所思啦。若是
啊，这位我们的弟子的女儿呢，他会赞叹他。我这个男朋友说你看看，我说哎呦郎才女貌，那就好了，你不要再讲下去了，你自己再要补上来，一补呢补错了，后来两个就分开了，不告完弄的啦。啊，所以有时候讲话很难讲哎，做朋友哎呀，哎要学习讲话。所以鬼谷先生王禅老祖他有游说法，怎么来说话？说话是最困难的。你说话可以成佛，说话可以成为众生。所以我们要修行就修在这里。还有一位我们的信徒师兄带着他的老婆啊来到仙佛寺，老婆很凶啊，老公也是不输他，两个吵，常常在吵，一生都吵，吵了三十几年。啊，那时候我有在问事嘛，我夫妻啊，轮到他的老婆和先生两位，我这一对的先生夫妻啊，你们有什么好康啊修补的哈？啊，老公哎，啊，在老祖的前面不要乱讲嘛，他就说。我老婆很凶的啦，很恶的啦，你看有什么方法可以让她 不凶啊？哦，你老婆呢是怕的，没有站到桌子上来呢，就插过头，你怎么样？哦，你要不要以为了师父你评评理，我老公都这样啊，老公来说都是我的形象的，有没落下？我老弄我老婆给叫你行啦，要出门的给叫来出来，我去做什么啦？哇，你老婆对你是最爱，所以她也给你叫形象。她为什么街上的人不拉？哦，你老公丢嘞，哦，他就缓和下来，就不会说老婆。你拉他的耳朵，你足生气啊！哎，有时候他们哎呀准嘞，搞咩吼？因太太你也丢了，那皮也都话准了，准老公的皮呀，准干嘛？怎么讲嘛？哎，你喜欢法国小姐的，黑的鼻子鼻挺尖尖的，对不对？好，我都个因老婆安尼个讲，你喜欢看尖鼻子的，对不对？嘿啦，对啦，我老公平安那个嘛，公务员憨憨啊，哦哦啦，我你的黑你矮嘛是你的圆嘛，你，啊老公，你的皮无好，老婆跟你讲你的皮歹，讲真话呢，讲真话呢。所以老公就那对我的我的家拜啊家拜了，所以公和拜那个都一样啊。那我老婆就会是长得很漂亮嘛啊，我跟她说哎呦太太呀 找个人较顺的啦啊，较温柔的老公会很喜欢你啊，会更加的爱你啊，过去离开那么凶，老公还是很爱你呢。啊，老婆说，那我要爱我，这是不多一话，一样又来了，再来求老祖的呢。啊，要修，这个讲心来为讲直话啦，讲实话，讲直话，会伤感情。那我老公夫妻也问你们讲话，啊，你要用一遍来思考。啊，我太太
那要派好不好？啊，你若要派你女人，你想要站在上风，本来一挖开天再挖辟地，开天是阳是男的在上面啦，阴的在下面的是女的啦，啊，天地面顶啦，地地拖下啦。我若无你放着，敢会旋上天？哦，我那时候很不客气的，我用完那个东人没有口德啊，但是要制足他的老婆向你凶。那时候老婆是忘了读书的人嘛，静下来了。有了，叔父对不起，我跟老祖忏悔。我这老祖好像我把老祖忏悔一样，啊，我以后不会了。所以人要知己知彼，人家后道丁嘛。那两位都是如来的啦，一阴一阳，两位是如来啦。所以家庭夫妻就是如来呀。啊，先生为阳，太太为阴。一阴一阳，家里一阴一阳就是如来，所以您到有多贵的如来，多贵的如来，夫妻多贵的如来，多两个，还有孩子，都是如来，同事之间也都是如来，啊，咱爱做红看。啊，咱讲话，咱有修行的人讲话，爱较小心嘞。啊，不要造成同事无人缘。哎呦，有一次，我们一位师姐的女儿，啊，长得很漂亮，啊，讲话啪哩啪哩，啊，来到新佛寺，安尼讲安尼考，我想啦，我在公司上班八年。啊，公司都没有给我生，人家都生了，长得很丑的也都生了，我长得这样还生不了。我讲哦，你这孩女孩子，你太娇，讲话口不周言，你跟同事比哈，啊，所以让同事调一把你的单位，那就是受不了你。再申请调到其他的单位，不是升，而是人家离开你，买大家给你吸地桃，你的讲话太没有品，太没有品质了啦！啊，所以他妈妈我们同修的师姐，哎妹，我敢讲你那么凶性，今天呢、啊、给老祖骂一骂，回去看会不会改。哦，那就问我叔公，那怎么办？我以前都得罪，都是得罪光了，我们的主管也被我得罪了。那很简单嘛，回去向主管回去列嘛，说以后我不会这样嘛。还有被你气走了那一些同事，你嘛去给人回去列，讲我唔对啦，你哪会等来叫我来啦？所以你们要再回来做单位，你们再过来啦。啊，大家惊到死啊！不过等下过去该做位哦。做什么？讲话太直，不了解人的思想，不了解人的立场和他的思想的境界。啊，所以我叫你回去，老祖经认真诵。啊，每天老祖经送一部，送到差不多三个月之后，啊，他的整个的性质改变了。所以各位同修，你若要改变囡仔的个性，还是你的学生学员、同事之间，要让他们改变气质，王禅老祖玄妙真经。好得很呐、啊！王禅老祖玄妙真经送一本给他，啊，叫他好好念会更好。这都是如来的真与者。平时你讲话，与佛讲话，与神讲话，
看呀咧，甲贵公话啊，好嘛？诵经看呀，甲贵公话啊，所以如来是什么？真语者，讲出众生内在心灵真正的话语，就给予活力和生命。尤其我们维新圣教的易经新华妙难文，你们要为众生说法要小心，他命中卦中命卦中没有财的，你怎么啊？你死啊！你这世人的夭寿，你没钱啊！这不能这么讲。那书那不都如来是真语者吗？讲真正话吗？无都无啊！那你就叫我讲你扭曲事实哦，我没有叫你扭曲，你告诉他好好修，好好修，你是要来修行的，好好修。啊，有空多念经。你就会有很多的贵人，学习做他人的贵人，你就有贵人来给你相助，哦，那你的事业会更好。所以你讲话就是真正的话，真正内心的话语，给他力量，给他信心。还有我们师兄啊，娶不到老婆，他也命卦懂了，哎呀啦，我这辈子娶不到老婆呢，来告诉师父啊，我娶不到老婆呢，你怎么这么讲？你很帅啊，就很帅才麻烦啊，小姐看到我都没有信心啊，啊没有信心呢，啊就喝一杯咖啡就完了，就没有了。他已经咖啡喝到快中毒了。哈哈，一天到晚都在相亲啊，我问了怎么办啊，命卦中没有七财过七财爻嘛，是福长啊，啊福长在父母之下，啊那你就从要进大孝，你都诵经回向给祖先，都拜祖先，念经给回向祖先拜佛念佛，好好修，要充实智慧。不要以为我每天照镜子，有时候你怎么知道我每天照镜子？哦，看你这个形状就喜欢照镜子，跟我年轻一样喜欢照镜子嘛。我虽然没有那么帅，我也想镜子都照一照，有一天看那点镜子里面那个孙悟空变成那镰刀。哦，所以我你记住。话不要乱说，啊，讲话要看风水。你看人家缺点，你一下子砰，你都供出来，打个马圈去。你要女朋友要约会，我告诉你，等人是一种艺术，被等是罪过嘞。等人是艺术，被等是罪过。哎呀，我最讨厌人家不准时啊！约会谁为什么要准时？啊，你就跟人家骂，马哥怎么样怎么样？女朋友惊到死哦！阿爸跟你结婚了嘛，准时睡觉，准时起床，啊，准时做什么？上班下班什么都要准时。哦，你的坏习惯要改，好好改了你。你结婚就有机会了，要拜祖先啊！一讲，叔啊，祖先你也免食饭啊啦，一炷香，祖先所得的是香尔，香烟袅袅，
啊，扰扰的香烟，啊，祖先需要香烟，不是抽香烟哦，不是哦，啊，那是香啊，供香，啊，早晚一炷香，那祖先就会很高兴了，因为你的七彩窑被父母窑盖住了福场在下面，你要让祖先欢喜心得起来啊。起来呢，那个七彩窑就出来了嘛。哦，等于呢，一咱们就不能拜祖先了，啊，约会都不约会啊啦，啊，约会吼，干了吃咖啡，吃咖啡吼，那病快要中毒啊，啊，所以他呢，将近半年没有去相亲，我们上课就来上课。共修也来共修，有一天啊，带着女朋友来参加共修，他的女朋友呢刚，哎呦，我在这里坐一天腰酸背痛呢，啊，那那个那个师兄啊，说对不起啦，对不起啦，哦，啊，我想说来这里共修听听师父讲法讲道，来学道来修行，啊，我们以后会更幸福。哎，要恭维啊呢。所以他们结婚了啦，今晚两个人囡仔啦，会不会丢啦？哦，所以人在一起就是讲话，修口咯。老祖叫我们要修口，好话多说，但只要不说过头；坏话，哎，不要说。但是有时候也不能不说，要呵止一个人，他能够从善止恶，啊，他能够，把不好的习惯改掉以后，那么你还是要，啊，话讲话要三思而后行，绝对就是如来开口，所以如来的开口。啊，就真语者讲真话，告诉我们所有有缘的人，我们都天上来的，啊，天上来本是来修行，我们本是来续缘，来继续这个缘，我们要珍惜现在的缘，也要结未来的好缘分，所以这一生不要随便去断了恶缘。断了缘啊，不要断了善缘，那恶缘本来就不应该有啊，从自己去修，有恭维啦，嘿，啊，这个事就是如来，没做如来有简单吗？有吧？啊，有没有？有啊，嘿，等下吃饭吼，今天菜哪样摆啊？哎呦，啊，这菜是那是弯刀地的家哎，嘿，有没有恶缘？如愚者要说正话啊，说真话啊，人家菜的人家菜，跟地无共款，无共类啊，所以我们要有真愚，还要这讲实话，不要讲一些啊无路用的话。啊，那有一次我在打坐的时候，啊，静下来，突然间，哦，我周围叽叽喳喳，叽叽喳喳，他们在讲什么？其中有一个老头子，我觉得少年的吼，头脑唔做啊，大个我阿姐啦，我扑着跳起来，我无做工课，只暗时啊，那讲，唔做工课，我阿姐。我就一直思考思考思考了很久，原来那一位就是南极仙翁，他正好是少年的，啊，问了那些，他在赞叹，啊，就是一直在我在那边做反省做忏悔，所以
经过一段时间，我开始要念佛，看到最后怎么样，环境忏悔完了，然后再一心念佛，一心不乱，才回到西方极乐世界去，看到西方极乐世界的圣境。又回来以后才看到每一位同修们，你们念在心灵中都有一尊像这样的如来佛，所以我肯定大家都是如来佛的再来一趟道驾慈航啊，祝福各位。